你装备你做好，装备你做好了。嗯，我做哦。对对对对对，追等我们杀人，我们杀完了再过去。哎呀，他绕到另一边了。等一下，他跑好快吗？等一下，我再追他。好，他跑好快哦。丛林里，森林里吗？森林里吗？对，森林里。啊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。他好会跑，他跑回去刚刚那个平原了。我看到人欸，是你们吗？在跳的是我。繁星，我看到了。嗯。啊、人呢？人呢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看到了，来打啦！打他！森森，不要跑！森森好会跑、哦，他太会跑了吧？你是兔子，超会跑！不要跑！他跑走了啦！他太会了吧！你们追，超会！森森，你们追就好了，交给你们了。哎、欸，他跑超远的，我们还要追吗？你会不会饿啊？我先剁头牛来给你吃好了。哦，繁星没在我后面了。我在你后面啊，只是我要剁头牛给你吃哦，就、哦、你跑到饿了。嗯、我要下一格洞还下不去哎。闪闪，耶耶，赞啦！来来来，给你吃肉，给你吃肉，回来回来。耶、yeah, ，吃肉吃肉。好笑啊！好了，我们回去找瑶好了。所以闪闪刚刚也是被别人打哎、欸，他们就红队被灭了、啊。红队已经灭了，他们可以去还愿了。准备还愿啊！哎、欸，有铁有铁有铁！好，你挖你挖你挖！哎、欸，我们有没有看到甘蔗啊？没有。找一下。还要甘蔗啊、哦？顺便看一下有没有，反正我们都在外面跑那么远了。好啊，哎、欸、小，看看啊、喔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好暗哦、喔，其实我一个碳都没有挖到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样有点惨兮兮。真的，所以月还没死，可恶。对啊，月还没死。我是看到工作台啦。谁的工作台？我不知道是哪一队的。哦。我这边装已经快齐了，铁装。哦，嗯，这个工头台下面还有铁，天啊！拿走。这个时候偏偏给我们一大堆物资，哎，他到底想怎样啊？到底要不要冲啊？对啊，我们到底是该冲还是不冲啊？真的是，我上次立的 flag 是说第一天十分钟一定要待好待满，我才要下去。嗯，哎，搞子爆了，搞爆了。对啊，有人说这件好像欢乐场，这真蛮像的。嗯，是说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你们的位置了，可能要给我一下你们的坐标。我的坐标嘛，好，我的是868跟负1072，大约900跟负1000啊。OK， 哇，我 AX 在700多，哇哦，真是拉拉手。我看看啊，哎呦。所以你们那边有打到苹果了是不是？一颗而已。哦哦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。好，好快啊！大家速度好快哦。出个帽子。你们怎么快死了啊？还没打到他哎、欸。所以我们要再冲出去吗？不是说繁星走哪我们就走哪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繁星不见了、欸，繁星你在哪裡、啊？我要回去找你们了。哦，好。所以你有看到甘蔗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的。那我再稍微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好了。好，哎、欸，我忘了做稿子啊，算了，用木稿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反正挖的速度还蛮快的。挖的速度很快啊，只是耐久度不高而已。啊，嗯，啊，摔伤了！就说吧。哎呦，可恶，算半格而已啦。坐标再给一次，就900跟负1000左右。嗯，哦。有对吼，这样子我还是要做工作才出来。对啊，还是要做一下。哎、欸，要草泥马。我这边有挖到铁哦、喔。好。哎、欸，一开始铁就好多、喔，天哪、啊！对啊，我们不冲出去，对不起自己、欸。物资真的是很多。对啊。这里都没有吗？
真的哎，这边都没甘蔗哎、都被拿光了是不是？哎，有看到人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。哦，都被拿光光了，好吧。一首耳机，嗨，繁星。哦，是你哦。嗯，我刚想要听到口一声。真的是跑跑跳跳。牛肉我拿一 点, 點。哦呦，这边有洞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我装备已经齐了。好，可以。我有个帽子。苹果在楼上。哦，有掉哎。嗯。再多挖一点好了。呵。嗯。你们有铁镐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呵，嗯，你可以先弄啊，你先弄铁镐。我铁都留在上面了。好，那你们等一下不要顺便坐下来、啊，如果够的话。好的。我就等这边的树叶掉完，我就下去。呵，哦，我终于有煤炭了，打那么久，终于有火把了。他们好像还蛮激动的。啊，没有，他已经死了、啊。没有、啊，他们在追踪，不知道谁看会不会被怪物打死之类的。嗯，哎，洋洋很可怜，他过来玩一下就死了。他玩三次，然后有两次都不到五分钟就死掉了。哎呦，我要清金石了，所以有甘蔗吗？没有，没甘蔗。哇，惨了。没关系。要晚上喽！暗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天暗了。哇，没有待满十分钟，我先下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你可以第二天再上来继续算计时。好好 ，OK OK。哦，三哎，苹、欸、果这次给我好多哦。哇塞，三个又了又了，哇！怎么？哎、要下去了吧？晚上怪会加速哦。好，那你哎，繁星，你收一收，我这边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下去了，走喽。太扯了，这个运气。对啊，繁星几颗啊？苹果一颗。我们已经有五颗苹果了、欸。好夸张。我在四处野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等一下我要跟你拿火把。好。哎，有杜鱼。哎，杜鱼，你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物资没调过啊，我们只有调移动速度那些而已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觉得很扯，为什么就四颗了？所以那些什么物资的那些生长时间都没有加过，没有。可以给我一点火把吗？哦，好啊，来，其实这个给你们好了。好。我上去擦亮一点，不然等一下怪物从上面下来就好笑了。好。啊。对，这样挖石头很快，其实镐直接很快就喷掉一把了。对啊，是说我们的矿道刚刚有另一个往另一边去的，那是谁挖的？是你挖的啊？我挖的。哦，挖火把。想说是会有另一条。我给你煤炭，好。我还是顶头哎、欸，我觉得额头好痛。这边，呵，这个运气真的。真的是很问号哎、欸，今天就没有打算要打到苹果，就打到一堆。我根本没有打算要活很久，玩到现在。对啊，好笑。所以我们以后都要抱着这种心态打月曲奇，这样子就会开心玩，无心插柳。对。哎、欸，所以，无心插柳后面是要接什么？柳成荫 啊，是柳，真的是柳成荫吗？等一下，柳成荫啊，柳成荫哦，我刚刚第一个脑中想到的是柳成荫，你知道吗？想说好像不对哦，那是一个梗，哎、欸，可是也都没有洞可以让我们探哎、欸，我就只能这样继续挖，没关系啊，就鱼骨啊，反正不要挖超过800就好了，对啊，哎、欸、对哦，这样子速度好快哦，哎、欸，僵尸生有吗？哎、欸，隐约快要还愿了，他剩一颗心。好坏哦！
去挖，去挖，继续挖，已经快300颗了，其实这样真的很快呢。对啊，所以其实要小心自己的那个。对啊，而且有时候渡鱼会直接冲出来。嗯，哎，这样渡鱼有加速吗？有吧，我没感觉。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有人有贴干嘛？钻石，钻石，有钻石，你挖到了。好猛哦！我也没有铁镐哎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有挖到铁，我去烧。好好好好，我有钻石哎、欸，这么厉害。那又挖到10个铁，露天的。露天的啊！哎、欸，有我挖铁了。你们妆都齐了吗？还在没？还没，还没。我缺衣服跟裤子。好 ，OK OK。哎、欸，我也挖到钻石啊！哎，为什么啊？哦，不是这个，这个很扯，这个运奇怪，不是想要还愿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真的是要去还愿了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样子，你怎么了？没有渡鱼咬你？对。哎，又一个，你有没有？这运有点扯哎、欸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运，等一下哦。他我挖两个连续出现，我靠，太痛了吧！怎样？哦、突然冲过来猫我一拳，好恐怖哦！哎、欸，你做铁镐了吗？我做了，我做了。好，是太痛了。那我还要做吗？哎、欸，钻石！你不是感觉？你挖了几个了？你说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挖起来，我还没挖起来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边啊，下面还有，这边三个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。我这里两个而已。好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六个，七个，七个，然后加繁星那边啊、哦，这边八个，两个。然后十个了，我们已经十个钻石了。救命啊！怪太这太恐怖了啦！怪很快，对不对？我来了，钻石在哪？给你，我挖了，我挖了，给你。啊啊啊啊！哎呀，我们真的很可惜耶，缺甘蔗，不然我们就马上可以附魔了。附魔了，对、啊。第一个晚上就附魔，天哪！甘蔗、哦。好，我决定了。我决定第二天我要上去上面找甘蔗。哦，哎、欸，是谁？隔壁。不是我们哦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有人哦，有人呢、啊，走啊走啊，冲啊冲啊，看你要不要做个钻石的什么，快点来，好，我做钻衣哦，好，哦铁金，亮晶晶，有金，可是我没有铁镐，我还没有做，我有铁镐，我有铁镐，好，繁星挖二啦，烧烧个烧个烧个，啊，所以不往那边继续过去吗？我等一下，我先做个装，这边哦。对，那个位置，爆炸声是那边传来的。好，来，走吧。哦，渡鱼，渡鱼，渡鱼。小心，小心。我听到隔壁在喊好近，好近。对不对？就是在讲我们啦。我没有铁镐，我没有铁镐。你没有铁，等一下哦。铁镐，来。哎，那这样我们要不要这个钻镜也做一下？来了，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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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、欸，有附魔术哎、欸！哇，繁星好猛哦、喔！哇哈！哇哈！哇！他们有找到地牢，他们有找到地牢。真厉害哦！哇哈！哇哈！繁星给你吃，繁星给你吃，这里。什么？什么东西给我吃？这里，这里。哇吼！有金苹果，在哪里哦？哎，我们到底在干嘛？而且我还有免费钻，哎、欸，他们有甘蔗，耶，碎啦，碎啦！哇吼！夸张哦！我真的是快笑死了。直接在这边付啊！啊，那个繁星这里有装，你可以。我要走，我要走，我要走。等一下，我把、哦、我把东西回去。好。哎呀，没差，快笑死啊！哎呦，太白痴了。巧克力，对吧？我来了，你在哪？你来了，这边有装、哦。看到了。嗯。突然，哇！等一下，身上石头。